立正，杨磊，请坐。啊，诸位敬爱的学员啊，甲咱遮个啊，咱班长，咱这林州长，吼，宜兰的州长，伊做咱的班长，非常欢喜，会当甲大家讨论这个啊，台湾的宗教信仰问题，当然。这研究一世人要讲不完啦吼，啊，伫这个点外真久的中间，啊，要来介绍宗教知识是非常困难的代志。啊，手头咱有两篇文章，这就是因为我是台湾教协会的成员之一，我负责写这两篇，啊，要，阮有一个文集啦哈，啊，这是对我负责对宗教国民党安尼，啊，因咧庆祝。因迄个流氓政府的一百年，台湾已经六十五六年啊，因咧统治，到底对宗教的态度是安怎？这予咱做参考，若有时间咱会当详细来研讨。不过我做一个宗教史的读册人，咱知影第一个概念的一项，就是宗教的用语，毋是科学的语言。阮即位老兄吼。老先生，九十几老先生，吼，伊真信宗教当然啦，宗教语言毋是科学的语言，所以宗教语言伫咱台湾，佮一个缺乏即个科学的宗教教育的即个下面啦，特别教育部拢无咧注重即个科学的宗教教育。我捌做国家教育部的本土教育委员做三冬啦，吴永川做教育部长，像多正性，我那甲我同款做本土教育委员，但是伊是官方派，因做故宫博物院院长，我是做民间的我发觉着讲教育部伫主导教育的人非常晦气，因为因的头壳定国库全部拢国民党的，那是教育部的官员要有台湾心，可能要30冬的洗脑教育，看有法度无？所以吼，我到遐到教育部时，我讲我的经验。我甲形容做教育部遐个官员，拄拄像一块三色个鸡卵糕啦，绿色个上顶观战像黄永川、杜正成，即拢绿色个，台湾心个上报，上报，报都无影响啦啦。上高迄站，迄蓝色个，吼，迄有够高，迄拢迄本话拢保证个，迄拢无台湾心，迄拢一个命令一个动作，我顶面甲你讲安那，你就照安安尼做。定国国，迄提什么学位，迄都拢无路用拢师范学院的系统诶。下面迄阵啊，足报临时的顾问啦，是请入去啦吼，高考入去啦，迄嘛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，拢听顶管的。所以三色鸡卵糕，所以即款的这个一步的这个教育体制，拄拄甲咱师范院的这个法务部同款，法院是国民党开的。要有真公正来判个案件，那是非常非常的困难。所以台湾的这个民主教育的工程前途遥远。好佳哉，咱有这个时间直接跟咱三个谈论遮个所以我为什么我要用咱的母语？这是咱台湾国的国语啦台湾国国语包括客话，包括原住民13种的话，因为我伫教育部负责这个母语推广的，我知影。有13种的语言，佮因的注音，真侪拢是张乐教的贡献。因为这个罗马的注音是对陆新春牧师、欧文迪牧师这些人去用的，但问题真侪，所以伫国民党主导下面，这个流氓的中华民国根本都伫世界都唔是国家，因任何这个政策拢是欺骗，拢是欺骗。公关力做背景的这个政治诈骗集团，所以咱唔通轻易去相信。最近的这个法律案件，予咱看伊非常无法度当心袂当平衡。边也判无罪，这是应该嘛？国务机要费，迄闹什么？迄个特支费，迄马英九伊个特支费哦，回去因某的口子，有钱去报所得税呢，迄明显的。诶，诈欺行为、贪污行为，安尼无罪，边也都有罪。对这个主要这个国务机要费，延伸到
龙潭案，迄嘛假见证，甲判一十当，迄是非常夭寿骨。哦，台湾人都有罪，中国也都无罪。李庆安有罪无？无罪。遐人民的这个安尼骗安尼骗，哦，相顶国籍领咱的税金安尼无罪。我迄款的法官吼，实在是真可恶。这就是咱所面对的问题，宗教也是同款。国民党真的要利用宗教，因为宗教的语言不是科学的语言。我敢讲，你若敢信，就当成立。但是这款的宗教，无理性基础的宗教是迷信哦，请咱来记。所以我做一个基督教，在新南院教二五年的册，伊一般的大学啊，已经13、14年哈，做客座教授哦，做兼任教授。附近大学、东吴大学、东海大学，即摆要伫即个中英大学台湾研究所，所以我拢讲到即个，真侪教育体制方面拢是欺骗，因为我是负责教宗教史的，所以我有责任来澄清，咱要安怎有一个健全的宗教态度，咱唔通互人讲啊，安怎样，今仔日是甚物日，甚物日，鸡吼未使做甚物，啊鱼会使做甚物。我觉咱哦是一个现代人，日志所讲的，啊是这个新闻透早起来所讲的，迄拢是古早人留予咱的宗教公式，甲占星术有关系，甲紫微斗数有关系，甲入世四节气有关系，迄拢信出来物件，你若卖信，一撮都不作用。我来讲一个例，几啊月也未过，过两三日，几啊都。无遐好康啊！要甲克洛索，要甲关起来啊！全世界无一个国家，无一个文化，迄、那个几啊月像台湾遮长的，当然甲中国闽南也同款。一个月七月初，旧历七月初开鬼门，所以伫台湾做鬼是冒死啊！哈，月头食到月尾，逐日都有普渡。啊，台湾鬼阁会大汉哦，外国鬼。一百年前死的一个囡仔鬼，一百年后看还阁是囡仔。台湾鬼会大汉，大汉甲特别嫁，所以台湾有一个活人娶鬼母的连续。啊，这活人娶鬼母的连续嘛是迷信啊！哦，你唔知捌听的无？安那又讲，譬如讲我家庭都未平安的，问不台湾头，问个台湾尾，拢问了，拢未放心。啊，超级风水也未使，啊，最后嘛是去找迄个新团的新军啊，新军在个家庭调查，讲某人啊，你未平安哦，啊，门不啊门遐济啊，吼，啊，风水也超出过啊，佫未平安，安尼你有囡仔拍算伊无？迄种附近人查某人来问啊，伊讲有啊，你乃知影，啊，几年前拍算，二十年前，迄个囡仔拍算的时阵几岁？一岁半啦，两岁。啊，那咱的岁吼三岁啊。讲啊，问题就是伫遮。你死的时吼，迄两岁囡仔是讨债囝咧。啊，你无用观察，啊，无甲藏伫新主姑妈牌内底。伊大汉安尼阴冤呐，所以转来咧甲你糟蹋。哇，爸母听下就伤心啊。啊，当要安怎样做？伊讲真简单啦，你甲嫁就好，嫁就好。啊，嫁当然无迄个生物学个意义，也未生啦哈。啊，即嘛得包一包钱，用一个报纸，啊，用一支粉，哦啊，摕去迄个路边互人捡，啊，未使叫伊长辈哦，叫伊下辈。咱即老先生可能比较知影即款个风俗。哦，啊，若捡到，吼，那讲个奇怪，遐一包物件，啥物大概毋是炸弹啦吼？啊，好奇去遐看，只甲捡起来。哦，伊若查甫像我遮济岁，就歪问哦。讲啊，某先生啊，啊，你有后生无？有哦，啊，就马上叫一句姐夫啊，啊。啊，讲啊，我毋捌你，你叫我姐夫是要创啥？伊讲阿德，你著较好运啊。阿德，阮即个死去，二十几年死迄个查某仔啊，吼，要找你做翁。伊讲无，迄内面就是迄个查某鬼的代志。伊讲安尼好，啊无你电话甲迄个留互我，啊等吼拢唔通发烧哦，唔通流清汗哦，唔通驾机车去跋一道哦，迄公之灾哦，若有吼，拜托你拍电话互我，迄就是阮迄个四级的大姐哦，唔帮你刷，要安尼高高低，要阁给你。
啊，足不幸的家庭讲是我，啊，等于佮老亲官佮发烧，啊，乖乖就拍电话回来，佮袂来袂来要甲娶，啊，外人娶几某就成立。啊，当然这个无甚物意义，就是讲，互伊吼，迄、那个鬼查某鬼大汉嘛，伊的灵魂，哦，对方的后生，佮服侍起来就好，啊，就做正房哦，哦，啊，结婚迄面，就佮一个洞房哦。正某阁未使甲伊睏哦，哦，迄非常麻烦啊。关于佚佗吼，咱这老兄哥比我怎样吼、哦？啊，这就是鬼的代志。不过这样代志，我要甲咱讲，我做一个读宗教书的人，若讲到鬼这个概念，哦，这 demon， 啊是 devil， 啊，这啊是 devil， 啊是 evil spirit， 哈、哦，这概念的时候，我拢想到十几个宗教的鬼。鬼不是一种哦，哦，你来认识个清楚哦，所以鬼拢生出来了，无影无食。哦，基督教鬼不是人死变的哦，基督教鬼就是对恶的天使，哦，好的天使会带人做好，歹的天使就会给咱加这个 tempter 诱惑者，哦，有这个 temptation 诱惑你去做歹，啊，我都唔爱去做歹，偏偏啊叫我去做歹，诱惑者，迄叫做魔鬼。哦，撒旦魔鬼的诱惑，这对波斯教过来，所以基督教鬼不是人死病，是人家己的人格中人性里面的两个律，善恶的律，一个 challenge， 一个挑战。哦，咱家老，咱家，我知影都有两个牧师啊，啊，我的好友有哪，啊，有哪在家，哈，伊就知影。但是佛教鬼嘞，佛教哪讲鬼哦？佛教讲六道轮回。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不教鬼安那出来？这是我那生前吼，正规的规正道的道，行为太好嘞，我未做鬼，我未做鬼。我若要去做人，去人道做人，买去阿修罗道做佛教天使，我未做鬼。做鬼的人吼，得真歹心，这趟我国，甲拍落去恶鬼道，恶鬼道做妖鬼。所以不教鬼，请咱会记哩，这个概念真要紧。不教鬼是轮回出来，啊，所以一台湾咧破多到底破什么关鬼，你也讲个清楚，哦，是人世变的鬼，啊是迄个恶鬼的撞出来迄妖鬼，啊，足趣味的台湾一般的破多迄个观音大师迄个鬼王，迄是恶鬼道的鬼王呢，足矛盾呢。我若讲这，互恁听你就知，啊，即马当咧破多，恁看伊讲。在那个庙口里面有山神、土地、阿泽会，中那个就是观音大师啦，这不教的系统的鬼，轮回出来的鬼，跟台湾死变的鬼无同，哦，这两款宗教的鬼无同啊哦。伊斯兰教的鬼、犹太教的鬼、印度教的鬼也是轮回出来，基督教的鬼也是轮回出来，这卖讲，较要紧就是跟咱有关系的台湾鬼是安那来的。正统的台湾鬼受道教影响足深，这有哪讲予咱听哈、啊？然后有时间开来读这面两篇文章。道教甲咱讲，一个人有三魂七魄，甲咱捌听的啦哈、啊。三条灵魂哦，啊，肉体是有七个五鬼。人若一个死，三条灵魂各有归宿。第一条受佛教影响，爱去轮回转世。哦啊、但是真恐怖啊！因为佛教的这轮回观念有上善发恶的观念，所以第一殿金刚王开始一直给你审判，到最后一殿叫做转轮王。所以那道士在超度的时阵，拢有一挂这些叉啊，哈，挂底下就是十八地狱的，迄就是佛教的影响，哦，十八地狱啊，十殿阎罗，一殿一殿你拢走未去。这个问题我本身捌问过道士啦。因为我在做兵的时候，做海军陆战队，一个导师跟我同班的呀，哈、哦，叫做张春霞，平湖人，讲哎、欸，啊，你做导师，我请教你嘞，啊，恁那是咧做功德咧讲超度的时候，啊，迄、那个三千以外，哦，啊，这个张天师以外，哦，啊，这个上帝公以外，佮有这个。十殿阎罗差了啊！一殿一殿审判，我到底一个人是去一殿审判就好，还是逐殿拢爱去？伊讲无哦，那照阮道教的了解是逐殿拢爱去，讲哪有可能？啊，有挂纸，啊，有乌长刀，吼、哦、啊，纸挂起来都袂讲话咧，长刀摕起来乌心，
吼，也有针头壳，也有火车糕，也有酱油饼，哪有可能一灵魂安尼，安十点互你变甲脆糊糊？伊讲无啦，煮挂起来吼，三秒钟就阁发出来，会艰苦，啊袂无去，吼安尼先哦，哦这是一个导师的对外回答，唔知真还是假，我唔知呀，啊。啊，等啊等都呕出来，三秒钟就阁生出来，会疼啦，会艰苦，啊袂无去，我吼。原来这条灵魂就是虚形的哦，啊，最后就去轮回啊，啊，轮回生在啉一杯明波茶啊，啊，这个明波为什么爱啉明波茶？这过路就多呢？这句话心情若是做教授，死后吼，应该爱食牛排咧，去变做食牛。啊，我做牛吼，做袂好，哈，怨叹啊，心情做教授，只是因爱食牛排，煞变做牛。正规滴乖，正滴滴倒，牛做会好，就去踏脚踏死啊！安尼，所以爱啉一杯明波茶，将生前的是非拢总甲解决掉，卡去转世啊！后来安尼这条灵魂解决，要存两条，哦，这是台湾鬼的由来吼，先做讲给咱听。第一条灵魂吼，啊，乐观呐，道教的影响，请哪里去？第一条是讲轮回啊。哦，所以这佛教用第二条是要去阴间移民啦，啊，咱就听有啦吼。哦，苏州别啊，要去阴间移民。啊，阴间是一个世界，哦，天有天顶，我讲迄拢无影啦吼。那，地球是圆的，天乌白讲，那太空遐尼大吼，哦。啊，因为这是三战式的宇宙观，才有这款的观念，要去阴间移民。啊，移民就办移民手续啊。啊，咱要去美国、加拿大移民手续办一遍就好。要去阴间移民吼，爱办几遍啊？至少办一遍啦。啊，办一遍的时间七日叫做一巡啦，吼。啊，办手续的名称叫做做功德啦，做巡啦，吼。啊，查甫有做查甫的巡，啊，查某会加一个拍迄盆第一个巡。哦，迄足麻烦哦，佛教仪，迄道教仪式真麻烦哦。啊，做巡的中间。家来人拢甲叫起叫困啦，甲死人的灵魂，就办手续，要去阴间移民啊。啊，唔然呢，就去高抓厝，因为阴间有哪需要大。啊，就甲阴间的土地公提迄个地籍呢，有哪有迄个土地所有权证呢？哦，住伫中山北路几段几号拢挨呢？啊，阴间的土地公稳准啦，啊，甲高抓厝，啊，看你偌济钱要高什么抓厝啊？哦、啊，出在你的意思。高了，哎，抓住要用无够哦，哦，即马吼现代化的抓住吼，抓住我看到伫网家看一座抓住，国家有直升机哦，啊，有民族的车哦，香槟的拢有哦 ，BMW 拢有哦，啊，有直升机，名称吼，吼，拢西式的哦，那唔是迄个古早式的啊，啊 ，air condition 哦，咱即马无，即无迄个无迄个通，伊就通吹吼，即 air con， 迄拢有哦。个瓦斯炉通用啊，哦，所以阴间袂歹，国家遐尼好。啊，阴间是一个消费的世界，来用靠钱。阴间的靠钱就是支票啦，啊，用支票。哦，啊，这财神啊欠人的，啊，生前无当用，靠钱就提起行，啊，提起行。啊，刷落去，那是真有钱死去，嘛得为靠钱啊。啊，靠钱那是阴间的支票，死人那是爱跋筊，不要紧，做你跋了。规定啊，做机的时阵，佫写一堆予你，啊，去即个网啊报告，写一堆予你扣钱，你得当签无，囝孙来去推销啊，啊，安就好。阴间有哪用 cash， 那是用1000块、500块、100块，阴间是用大银、小银，所以烧较济予伊，啊，伊拢唔免烦恼。所以这条灵魂足乐观呢，哦、啊，办理阴间移民手续，爱做七巡、头巡、五巡、三巡、五巡、七巡，做较功夫的，有钱人做百日。更加有钱的做对你的有哦，这拢是办为着死人去阴间移民看的手续，要去啊徛去，有影无影吼？那边迄我唔敢甲恁讲，甲恁保证啦，非得到台湾人有安尼先做。啊，到最后移民表示讲移民成功啊，来做一场的西宫戏，叫做人巧，啊是人老啦，人老，啊人巧人老吼，互咱。我好足济外国人看甲看拢无啦，就捌来问我一个教授朋友啊，讲奇怪啊，恁台湾人哦，啊明明都穿迄松树的衫，穿乌衫乌裤，啊奈伫黄昏的时阵，咧烧迄个 paper house，
啊咧烧迄个琵琶呢，抓厝吼、哦，啊，搁做戏啊，做西工戏，哦，啊，伫安尼安尼倒立，啊，人劈啦，啊，爬医疗，啊，遐下家遐囡仔吼，哎，孝孙孝男，啊，孝心妇，看啊，笑甲咕咕叫，嗯，啊，明明都松鼠，哪会遐欢喜啊？讲啊，你所看的就是做西工戏咧，人老啦。我甲伊回答讲，当然爱欢喜啊，人迄条灵魂移民，移民阴间成功啊！你去遐住，当然欢喜一个，哈比一个，那讲哦，安尼哦，安尼住台湾死袂歹啦。后来啊，两条灵魂解决，但是我甲你讲，这条灵魂哦，啊你若无拜吼，无甲照顾吼，会变作好兄弟啊。哦，所以这个祭书就是，和祖先永远永生的一个手段。第三条灵魂，儒教应用，因为儒教有一个慎终追远。报本反思的那个观念，所以这条灵魂如果隆重做顺做了啊，初夏要换幼夏啊，那个阶段的时候大家把带回来主人点主甲炉、啊、一身的叫做神主牌甲公妈神位合作伙一边啊，叫做公妈神位公妈牌啊，就是有一个慎终追远的意义。这条灵魂就是跟我们做伙大，所以凡你我的家庭若有拜公妈，拢有拜师大人，这条灵魂伫厝内，甲咱三个做伴，这袂歹哦。所以你唔免惊。人讲真是有鬼吼，咱甲鬼做伙大袂要紧，但是这是好鬼啦，吼，会保护惊神来鬼。啊，这条灵魂，那对基督教来讲吼，迄是真晦气，因为基督教反对拜公妈，啊，你无甲拜，有哪变做好兄弟啊？啊，无事高魂就是对来。啊，这鬼台湾的鬼吼，一个人转转鬼了了，哦，阴间迄条也无拜，会变作鬼；厝邻这条嘛无拜，也变作鬼。干那轮回一条，安尼解脱的尔，刷落去七撇。台湾人有一个习惯，尸体崇拜。这个尸体崇拜，哎，当讲是尸骨崇拜，爱用棺木，哦，上好的棺木，保留这个遗骸，啊，鼓鼓长长，哦，啊，风水也看好。我甲咱讲，你若要做土地主人吼，唔能去看风水啦，啊，啊像即摆迄个公寓的建筑，迄方向也无照你的生机八字，你未来唔卖大嘛，啊，大家住甲欢喜甲要死，哪有风水？啊，做土地主人，做方位的主人，你都免看风水。啊，若要做方位的路咧，土地的路咧，就去看风水。安尼呢，就是遮尼简单。啊，所以，这个七撇就是用迄个好的棺木。哦，啊，甲摆葬起来，爱照时间啊，伫清明三日节前后十日去墓地扫墓，纪念许多人吼、哦，保护伊的遗骸，因为七撇伫遐，七撇伫遐，所以祭祀的手段就是互伊永远活的一个手段。哦，无去甲拜，哦，无去扫墓都袂用哩咯，所以就是咧拜七撇。啊，万一囝孙人若将这个七撇甲袂记哩。五代六代，管台什么太祖太祖，我都唔知影，家己都未过哩，搁咧拜太祖，迄、那个骨头若万一互挖起来，做路做下下挖起来，啊，就老热啦。所以台湾上老热的庙宇吼，除幽灵除这个土地公庙啊以外，就是幽灵公庙啊，大家望波拢有，迄就是咧拜这个死人的遗骸遗骨，迄也是好兄弟啊由来，吼、哦，所以一个人专门跪了了。好兄弟就是对下来，你佮捡到一支骨头，一个人头壳，哦，放到黄金底，嘛爱佮摆起来，哦，就是安尼生。啊，所以今仔日来用火化，一挂撇就消失了了，啊，所以都无啊啦，都解决掉啊，啊，敢若有魂不撇，啊，安尼火化就是安尼生。啊，所以即马较开放，一挂鬼甲烧了了，加省真济麻烦。哦，无人讲捡到一个有啦，那捡到迄个骨头尪啊，嘛是爱佮摆。啊，要个是一个问题，所以台湾的鬼的由来就是安尼先，就是安尼先。所以吼、哦，鬼观念每一个宗教拢无共款，啊，这是信出来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我感觉未来台湾国，哦，啊，恁在台湾国的主人，若要做一个有健全的台湾心的人，我唔是讲哦，对这死人的尊敬非常要紧，但是咱爱改文明化，去除伊的魔障。唔得想个遐尼恐怖，阿莫个想讲好兄弟啊，会糟蹋人，无迄款代志，无迄款代志。哦，那亲像即个，我讲一个历史的例，
西洋人有哪足迷信呢？有哪有鬼？但是基督教入去这个立定世界以后，伊个鬼啊吼，伊个鬼啊节，煞变作囡仔上爱的一日，叫做 Halloween， 10月31日，就是西洋的万圣节，迄鬼啊节呢？原来是真恐怖的鬼啊节，煞变作即摆囡仔去用一粒金龟啊，刻作鬼啊面，啊是滴作鬼啊面，像阮孙啊两个孙啊伫美国，那 Halloween 伊上欢喜，会当去奔腾啊，啊穿个鬼，滴个鬼啊壳。啊！大人讲你这小鬼来啊！啊，就互你，互你，若无等下就用美金花，欢喜到要死哦！甲改治伊个恐怖感，变作文化个游戏，袂歹哦。像即马即个电音三太子，台湾人个太子也即马爱做戏啊，袂歹啊！哦，即、哦、是改治伊个魔掌，即就是一个文化个升华。我毋是咧反对讲哦，做一基督徒就啥物拢反对，无迄款代志，我呾爱保留哦，爱保留。但是该改造，哦，这文化唔通个唔通背，哦，唔通背。所以这是一个讲予咱知影的吼。所以讲到宗教，吼，咱爱真迄落上加力的，哦，我要提醒咱，咱和国民党统治已经66年啦，和日本人统治50年足足。日本人他们讲统治台湾要真有良心啦，因为伊有建设，铁路是伊的建设。哦，户政制度伊个建设，各种制度拢国民党来台湾接受日本人个政策去做个。啊，我有受过日本教育，读一年个幼稚园，读两年个国小。哦，老先生今年已经虚岁75岁啊，吼、哦，已经特别已经满70了，哦，74啊，啊、哦，有那是未少岁啊。啊，欢迎过中国兵，啊，也受过日本教育。我讲日本人至少有良心，但是日本人。上派是是伊1930年以后，军国主义即个 militarism 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时候，日本人上派。啊，所以咧时阵，警察足派，吼、哦，啊，阮着去拜神社。为什么要拜神社？交好皇帝是神啦、啊，皇帝崇拜，吼、哦，着去拜神社。啊，确定啊，请一个老先生来念一个皇帝铁骨，互咱听看，听看。啊，那拜神社，每正诶，这个拜一透早啊，我是读这日本诶，这个和平国小，一多些考金甲过哦啊，读这时每拜好诶，考教先生、校长先生都穿官服呢，还一支迄个文官刀呢啊，教务主任有哪穿官服呢，拿一支文官刀，用迄个下起真水诶，这盘捧皇帝铁骨哦啊，我呢迄是西是五西，爱在特别爱五当。去拜日头啦，哦，拜伊个日头，啊，台西街咧一个尔，西街咧90度的境内，啊，叫你起来，啊，才使起来，哦，拜太阳，啊，因为阿玛提拉斯欧米卡米，昭和天皇的祖先就是一位神呐、啊，叫做天照大神，所以拜太阳，阿玛提拉斯欧米卡米，啊，了后拜了，刷落去，皇帝在贴贴骨。真，我摸你，我甲咳嗽咳嗽，咱请咱这位老先生一对头念到尾，互咱听。我为什么叫伊念？较听下我那边对照国民党安那用一个新皇帝的句，甲咱麻醉咱的头脑。我袂晓念，甲咱念一句真，我摸你，我甲咳嗽咳嗽，一对头念到尾。出来去陪了。我放在大礼堂的内底，校长是代表。啊，关了你操！啊，校长啊，自己若探唔到哦，吼、哦，自己若探唔到哦，明仔载卡板看咧，爱死死啦，爱死死啦，袂使探唔到啊。这校长咧读这个，真心重哦，而且。大中新社较早是大中公园的内底啊，啊，大中人口一个接起来吼，大中新社才甲刷去新马的中烈士，边啊有一个救国团，啊，佫边啊有一个孔子庙，啊，这边的边啊咧
有一个双十国中，扩展较快迄个土地吼，拢叫做大中神社啦。啊，伫大中神社要拜的时阵吼，啊拜两日，行两个日，啊只拍皮包啊，啊看你要祈祷啥，啊祈祷，啊祈祷了就个，就敬谢咧吼。啊，即摆咧讲即个校长先生捧来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那是个皇帝圣旨啦吼，吼、哦。我即摆念看卖咧吼，新阿摩尼我阿可所可所，苦尼哦哈伊文鲁可多可恩尼，托苦哦塔斯鲁可多辛苦那里，我阿新民要苦救尼，要苦苦尼，我苦叫可可罗一直尼是的，悠悠索罗比奥那塞鲁啊，可勒我阿可古代那世界尼是的。教育の延元また実にここに損す。何時新民父母に公に、経帝に言うに夫婦愛わし、法有愛心時、教権己を自し、学を治め行習い持って知能啓発し、特許を用意し、住んで小域を広め、政務を開き、すぐに国権を重じ、国王に従い、一旦環境あれば有効に報じ、我国の軍隊は要天皇の統率し賜るところにある。昔人無天皇自ら乙女の物の目の祖母の日に、この国に暮らせ賜ること流れき。一つ、軍人は忠節を尽くすを本分とすべし。一つ、軍人は武勇を尊べし。一つ、軍人は信義を持つべし。一つ、軍人は礼儀を正しくすべし。一つ、軍人は質素無念とすべし。啊，最后者，咩叫伊？咩伊？三九八七年有人个说个，啊，就只收起来。啊，迄、那个旁来迄个老师吼，爱、啊、去接，哦，啊，这一句都袂使念唔对。迄新闻记者拢边伫边仔看哦，迄即摆念唔对啊，明仔载本仔报纸来甲你看出来，好某某学校校长念唔对。啊，到拄那卡大地震个时阵吼。我都小学二年啦，啊，一个校长都跌当的时阵哦，走入来底哦，哦，啊，迄张皇帝圣旨哦，佮贴出来，啊，贴出来了，台湾总督知影，明仔再去升两阶级啦，升两阶级，吼吼吼吼吼，啊，谢谢各位，哈哈哈哈，皇帝崇拜。日本时代国家新都的皇帝崇拜，爱念皇帝铁骨，真就是真嘛啊！我摸你，我告诉告诉。啊，我要讲就是来对照。啊，阮吼唔是安尼念哦，入去教室得去念口号哦，有得人类诺铁骨买下哦。可能是注意人类的对敌是美国甲英国，安尼来念这個。啊，然后去上课。我是讲换一个朝代吼，我国小三年啊，大概遮个仪式拢无去啊，若无去，搁换汤无换碟。哎，即马吼，即马开始的时阵吼，有哪会唱因的冬瓜哦吼，咱无国歌啦，迄个国民党的冬瓜啦，啊唱了酒会的时阵吼，即马吼，人是对东风吼，东风行一个西街的，即马继续功夫行三个呢。对孙中山的像吼，诶，遗像诶，基督徒嘛，都爱拜偶像啊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啊，国民党哦，无皇帝铁骨，有哦，有新皇帝崇拜铁骨，以自立国民革命，凡事十年其目的，再求中国之自由平等，有无？换汤无换料。啊，咱惯习惯习啊，其实这就是新皇帝崇拜。啊，要甲台湾人制造变作乖乖表的顺民的一个措施，啊，然后甲校长先生开始训话，啊，咱所学校小学教育、中学教育、大学教育拢是这套，啊，所以天才的台湾的子弟，和国民党这套教育体制下面，用一个政治宗教甲你吸嘞，这是宗教哦，哦，甲你吸嘞，大家都天才加加变草包，变阿斗。啊，所以一个命令一个动作，叫你做什么，你拢唔敢反抗。上要求过咧吼，也唔是安尼哩啦。将三民主义宗教化，咱啊宗教诶
诶，这个既然是咧讲单宗教，这政治宗教无讲，我挡袂掉。哦，因为我是教宗教史的人，宗教的条件爱有教主，爱有经典，爱有信徒，爱有宗旨，爱有世界观，爱有这个社会伦理。后来，这个、宗教的条件，国民党拢有，伊叫你在哦做迄个政治礼拜以外。哦，在读用三民主义做经典，教主什么人？教主是孙文啦、孙中山就位基督徒。哦，啊，经典是三民主义，教条是国务委教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拢咧读国务委教。啊、哦，啊，所谓信徒是国民党员。啊、哦，啊，伊个世界观就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安尼尔。啊，啊，伊个这个咧，伊个国家观念吼、哦，党国不分。中党等于爱国，爱国等于中党，所以国库就套党库。哦，全世界上好野的党，无人有诶，就是国民党。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事实啦、啊。哦，该宗教化目的是啥物？啊，你若去做兵吼、哦，做兵有迄个军衔，拢有五个口号。哦，主义领袖，国家责任，荣誉。对这西点军校共淘汰啦，西点军校诶，这个。诶，这个口号吼，因为迄个敢那三个尔，国家责任甲荣誉哦 ，station 哦 ，state， 啊，甲这个 responsibility 甲这个 honor， 伊甲加两个啦，国民党甲加两个，主义啊，到遮来，一个国家呐用主义做个意识形态，啊，就无民主啊咧，就独裁啊咧，国民党员才当做校长，国民党员才当管市长，哦，啊，大家拢袂使，啊，领袖就是。皇帝崇拜，所以国民党来到台湾，用一个政治宗教来麻醉台湾的人心，麻醉到今仔日所有公务员拢变中国佬。啊，唔能安尼哦，想讲啊，安尼家己啊，得歹势用三民主义做宗教，啊，假无义，就去用掠一个孔子落来。所以九月二八明明是教师节，底下咧做政治秀，全国有将近十间的孔子庙。拢是咱的税金去医护啊，去医治。这控制的目的是无用咧拜控制，这控制的目的啊是利用控制啊。这天皆无用的牛羊猪，台湾人唔敢拜牛啦。这控制爱用牛羊猪啦，哈、啊。学校的这老师啦，啊这礼生拢总是学生去做跳迄个八义舞啦，哈、啊，八义舞。啊，那是首都的控制庙。是总统做祭祀头哦，啊，总统袂当出面，内政部长做祭祀头，县市的这个孔子庙是县市长在做祭祀头。变这套的目的就是愚民教育，因为孔子的道理藏在校内底，就是礼义廉耻啊，礼义廉耻，啊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啊，用一款非常落伍的迄落来咧甲咱教，说书礼义廉耻若有效。加到即马，就已经有礼、有义、有廉、有体。结局，李庆安是礼义廉的尔，叫兼一个体，无体啊，无体。啊，所以安尼无做欢喜甲要死，其实是骗台湾人。啊，领遐侪税金，领遐侪年，啊，佫唔行。哦啊，强量的法官佮判着无罪。所以，这套若有效，台湾人已经醒，就是袂醒嘛。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有哪真浓哦。刚刚第一集就落伍啊！民主国家是无咧讲忠，民主国家是责任政府、责任公民。政府是咱的公仆，哦，啊，责任公民，咱有四款的权，这叫国民党因定的，哦，选举罢免、创制复决，哦，啊，来因政府的五权：行政立法、考试，哦，啊监察，哦，啊甲这司法，哦，啊所以这个人民有权。所以责任政府、责任公民，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。啊，所以拢咧骗人，拢咧骗人，用这套咧骗，骗到即马，哦，啊变啊执政，变个孙卡淡薄的改。所以政治宗教比咱的传统宗教更加通惊。后来对这开始，我要给清算啊，哦，放下咱，大概要休困无？若要休困，怎刷落去？咱手中有两篇文章。国民党统治台湾以后，伊安那咧斗杂杂宗教。咱首先来看国民党政权的宗教迫害，
啊，这拢是历史事实。啊，咱先来看这篇文章。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伫1945年用中华民国的角色占领台湾，唔是光复啊，是占领，占领。迄个时台湾人渐渐自喜，如果回归祖国了后，应该当甲中国人平起平坐了。想袂到1947年发生二八事件，屠杀台湾人精英的惨案，台湾人才对回归祖国的恶梦中醒起来，深切感叹一个带着去，另外一个陷塞来的无奈。1950年，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打败，带着600,000军队甲上顶的人民逃亡来台，继而以军事统治殖民台湾啊，军事统治就是戒严38年久，对安尼，和单纯的台湾宗教生态完全批评。一个用戒严令实施军事统治的政府，表面上强调政治甲宗教分归，实际上却维持一个政教不分的国家儒教 State Confucianism。 譬如说在台湾各管区设置孔子庙，人民孔子的后裔做大成至圣先师皇叔官，在明朝时代、清朝时代、科举时代，那里要得用，要得用，说到这民主国家啊，我有问过大成至圣先师皇叔官是什么级的？院长级的，领院长级的薪水，不是部长级哦。哦，啊有车哦，哦有书奖，配置哦。每月9月28日，教师节举办祭孔大典，祭先是牛羊猪，祭是头，祭是长，是总统、内政部长，以及各管区的管市长，并以四位礼义廉耻、甲八德、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为教条，迄种骗人的啦哈、哦，要求学子去实践。目的是咧塑造顺民意识，哦，你卖乱就好啦，啊，啊，你卖行入街头就好啦，啊，啊，更加有真假，就是将中国一体三民主义政治意识形态，这是 political ideology 个绝对化，将其形成三民主义教，咱拄只已经分析了啊，国民党政权的新皇帝崇拜，称呼英明领袖蒋介石来立正，啊，啊，周月例会就用顺民行三局强烈。又搁着宣读国父遗诏哈，以致力国民革命的皇帝铁骨，由此成立。这种的政治背景，对伫遐深具社会影响力，哦，的教团当然加以敌视。敢若我这个宗教会使，你拢袂用。但民间信仰是台湾社会民间基层人口、河洛人甲客人的传统宗教，长久以来啊的确。深深影响台湾人的礼俗，啊，那呢塑造台湾人的社会价值观。国民党政权看准这点，因为安尼利用、甲监控相关之下，就利用来讲，就是伫台湾各地出名的庙宇上一遍啊，哦，蒋介石地变、蒋经国地变、严家淦地变、啊阿扁啊毛地变、李登辉后地变、啊即马即个马英九后地变，来拉拢民心。迎神赛花孙，啊，在安内伫庙埕的牌楼，哦，在插国旗哦，哦，插因的国民党嘅党旗啦，啊，啊，甲书写反共复国口号，就讲消灭共匪、共复河山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等等，即系骗人嘅话啊，啊，而且顶头行列嘛，就出现蒋经国徛伫反共大陆嘅大炮边啊嘅火车，哦，我看过一遍。我安尼有当时啊吼，安尼对30-40年前开始做这个民俗调查，啊，伫顶头中间，你若要看吼，即嘛毋知有无？每年旧历的3月，伫合甲朱济江的上北岛的祭典，啊是西江啊的祭典，你去看卖，足侪顶头，哦，拢有出现即个，即嘛大概已经较减少啊，哈，啊，即款的政治式的顶头行列就出现侪，啊，建制多年。哦，台南县西港庆安宫，三年一颗王石，甲客家族这样一年会上袂大，诶，这拢有根有据，吼、哦。啊，至于监控方面来讲，就是强迫各地庙宇加入中国道教会，这明明都是道教，哦，道教民间信仰无关系，买加入中国道教会会当监控。啊，对安尼，利用这个组织
来指着全国庙宇做国民党选举的条卡，加上收买各地庙宇的理事长、大角头、主事者做伊的细胞，派遣军警监控迎新赛会活动等等，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台湾的新民若有灵有声吼，和国民党安尼侮辱到底吼，伊得一个一个甲掠起来截骨，截骨，啊都无灵无声咧。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咧，妈祖，台湾人心目中上仙啊。大家妈祖当署长什么人？是一个乌头海扇、乌头角头、眼青飘的主导。讲伊外有灵有声吼，妈祖和这款人咧做当庙宇的当署长吼。有那面乌一过，有那做袂面子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台湾的宗教生态啊，宗教生态就是安尼生，啊欢喜啊。啊，所以因那咧大祭典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因咧叫人安尼，就欢叫的时阵，王金平也去，马英九也去，宋楚瑜也去，哦，拢总有人民进党这政治家有当时买安尼插队。啊，这就是政治利用宗教这个上明显的例嘛，吼、哦。后来。作为台湾民间教团一个儒宗信教，即嘛有够乱长啦。国民党政权嘛无要甲放。本来这个教团努力以扶基降乱，拄作神书，神书逐间庙宇拢有，拢免钱哦。哦，以儒教哦 ，religious confucianism， 为什么用这 religious 呢？因为英文的 confucianism 是咧指儒家啦，哦，儒家思想，所以叫这个宗教。啊、宗教的儒教以古老的道德伦理教化社会大众，但是也让这个政权参透和施压、啊、非要在这个神书的第一页定在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位总统的总统遗录、啊、不相信你去编个句的看有什么第一页就是蒋总统遗录、啊欸、我有收集一个神书，很奇怪啊，蒋总统遗录跟宽身哪有关系，啊，就要放这款的的物件伫内底，伊嘛咧利用啊，啊，啊所以将此儒教的精神被政治污染，孔夫子嘛因安尼满面全道灰。当然啦、啊，这个神书方面若要批评是还阁有啦，哈、啊，哦、啊，特别是二十四孝的这个内容，才是真 out of date， 较有较浓哦，哦、啊。过来，佛教 Buddhism 是台湾社会重要教门之一，国民党政权对伊的迫害。啊，甲利用通讲是一半一半。根据苏水忠，啊，这个学生辈啊，伊提博士写论就写这国民党的宗教迫害啊，啊，甲这个这个韩正中两位学者的查考啊，伫这个专制政权、白色恐怖统治下面，足侪出家的出家众，或者僧儒被杀，互人掠，互人监禁，以致被逼逃亡者比比皆是。我举几个真正的例，就讲台南开元寺主持正光法师，这是日本留学的哦，哦，小名叫做高吉德，为着一个朋友哦，有淡薄染红来大聚会，被抓去一遍过一遍，啊，最后被枪杀，啊，无恐伊叛乱该处决，修和法师被关于颠覆政府的罪名，屈死伫监狱内底，朱航法师等十三人。和人无止，和这个国民党无止，哦，共产党人混入军团，而遭到哦轰炸。印顺法师杜作佛法开论，哦，这印顺法师比较是较正派的一个出家众，哦，这无咧甲国民党妥协的，甲新闻法师、维格法师拢无共款，的一个出家众，哦，伊安尼佛法开论一书，哦，国民党只讲有共产毒素伫内底，啊，不得不修正。对安尼一直。和特务界监视到老，东初法师、陆官法师、大东法师，因为国民党特务威胁，主导人去伫外国，哦，只以甘心做国民党政权的雇佣，而且回乡为数也不止多，哦，大出风头者有五名法师，张家瓦不，啊，这已经死啊，啊，两个拢死啊，先魂法师要活咧，啊，这政治回乡。为甲法师台中迄、那个哦，迄、那个要挖咧，哦，哦，迄才是玻璃，迄才是真晦气。也中国佛教会，佫较是一个政教不分、受利用的机构。啊，我毋是乌白讲的，大约二十几年前，
我到香港啊，中文大学一挂教授是讲啊，咱佛教嘛，得找出这个友谊的手，甲台湾的佛教三个来讲一挂话对话吼 ，dialogue 一个，啊叫我去请，请一挂啊台湾的这个出家众去香港，拢甲因出钱哦，飞机票箱拢甲出，啊去啊伫道峰山啊啊参这个会议，我得去找佛教会啊，好佛教会听讲我是长老教会的神学院的老师。今仔一个讲恁长老教会台独分子，我无要甲你相交叉，落尾就无法度啊，我著去找一个以前伫树林教会咧做青年会会长，后来做去出家，哦，受一个尼姑的感的感化，失恋呐，啊，从啊去出家，明光法师，捌做国民党提名的这个国民党的代表，啊，一个引导，恁知影无？明光法师，明光法师袂呢，讲好啊，我甲你来去。后来伊嘛来找我呢，哦，因为基督教底，啊有一边来人伊找我，啊讲话讲啊真投机，说是出家也是无奈啦，吼，真坦白讲，哦，要迄个基督教背景的底，伊讲我啦，耶稣的这个《启示录》，我拢讲耶稣的故事，互我的这个佛教的弟子听，讲安尼真好，啊，后来去中道安尼，一点嘛讲，咱北国妖呢，请你食饭，啊，但是素食的吼，树林无呢。伊讲不要紧啊，你食什么？哦，这是事实的，我袂讲的哦。你食什么，我对你食什么。安尼好，我请你食牛排，全家说食牛排，你要相信无？明光法师，啊，明光法师，啊，伊食了袂平安，我唔免袂平安啦。迄达赖喇嘛拢食牛排，啉牛奶的啦。不教和尚，哦，不教日本的不教和尚食沙司米，哦。咱这老兄弟伫遮，佮娶某生囝，哪有咧奇怪？哦，啊，食了就会平安了咧。哈，啊，结果吼，伊请到佛教会啦，唔可以去。如果就无法度咧，至少为着民主台湾嘛，得一个出家上去。我怎啊去？一代代，到国不将找学界的人，一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佛学博士，叫做行清法师。即卖大家退休啊，台湾大学德学教授行清法师，哦，行清法师一日就答应，伊无我插插你什么中国佛教会，啊就做去，啊做去的时阵，啊伫遐一种教义的分享，吼，哦，啊敏感的所在尽量卖讲，讲合作。啊，我若真伫大峰山的时阵，因念经，我嘛安尼乖乖坐伫遐，安尼啊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牧师嘛是爱唱啊，哈，啊，因为这南无阿弥陀佛是真好的，真好的意境，一个咒语，哦，啊，观音圣师，尼姑对观音，啊，公平嘛，啊，啊，这个咱哦，咱家真侪有佛教的朋友哈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跟基督教思想是密切的关系，因为南无这个意思是皈依啦，啊，皈依。阿弥陀吼，这个阿弥达是一个梵文的动词啦。下面有倒两个，一个阿弥达巴跟阿弥达油啦。阿弥达巴是咧指空间啦，光明。阿弥达巴布达归依无量光佛。哦，阿弥达油是咧讲时间啦，无量寿啦，归依无量寿佛。佛的意思不是神，佛的意思是开悟者，英文叫做 The Enlightened One。迄，那个已经开悟的人会当做佛，所以恁若伫遮吼上课了，开悟讲台湾都爱法律建国，安尼恁大家拢做佛，哦，啊若无佛也是菩萨啦，啊，这个不啦意思是开悟者的意思，所以皈依无量寿的永远外佛，皈依永远光明的佛，这个基督教思想有关系啊，哦，会当有密切关系，所以日本一只蒙月信仰，伊写一本册啊。伊讲净土思想，哦 ，pure sect， 净土思想完全受波斯教、拜火教，哦，啊，甲基督教、南印度佛的基督教的影响，哦，伊拢有根有据哦，唔是我后边讲的。恁研究佛学的人，哦，啊，恁去查过看嘛，啊，所以，得，阮有一款的经验，所以可见讲中国佛教会对台湾的佛教的控制，看偌厉害啦，哦，这拢种事实。来，啊，不搞公了哈，啊，所以一贯道，今麦来看一贯道。一贯道这个正道来自中国的秘密社的宗教，因为伊的仪式是帮会式的集会，咧拢酒抓，
哦，那呢奇书灭道，愿受天主雷灭，这种恶道的咒诅文啦、啊。所以叫做我甲规律做必修的宗教，也做这款的规律。第十世纪八抗年代，我中国部分的内政部承认以前啊是白色恐怖搁啊通知下的受害者。当局武汉这个俗称阿人教，因为因自称做天道教团聚会南瑞顺。唔捌，我袂敢讲，讲伊是无穿衫、无穿裤十九，危害社会特殊，你都唔捌，你都唔通讲。啊，为着找无迄个碧海一贯的借口，啊，就甲戴迄个黄色的帽啊。哦，唔是安尼生啦，人一贯的道穿规规矩矩啦。啊，安尼生，所以危害社会良师，以出题甲古朴。台湾南部一贯的保公祖的王修甲超工水，就是伫即款。一正下面，和警备总部关上了莫须有的罪名，受了依上法办。一贯都伫1947年入台一组派，有保公组、基础组、法律组、文化组、金工组，今仔日已经演变到50组派。1963年5月5日，第一遍和警总下令查禁一切活动，理由是谣言惑众，败坏风俗。1977年2月，警总宣布侦破保公组的王修领导真人甲萧江水总经理不法的消息，关上莫须有的罪名，因啊又个啊被逼伫迄年12月7日，甲陈金雄天才甲邱天才啊，因的这个夫人叫做天才地才人才啦哈啊，天才伫台北自由之家。啊！宣布解散伊个组织，特地注意一下，就是警总迫害的对象，拢是台湾系的道亲，中国系唔敢迫害，较衰拢台湾人，啊，像阿扁也同款，因中国人拢无做，所以吼、哦，中国系者拢无咧个主题，岭南遗憾就是一贯都道亲高大，却甲古早时代啊昔日的迫害的国民党。拢行得足亲近，按理讲，伊应该甲比阿比者徛做伙较对，结局一贯都无，有那甲比者啊徛做伙。那关于对台基督宗教、天主教甲基督教方面呢？天主教伊个正名叫做 Roman Catholic Church。20世纪八十年代，伊捌有三位神父，和国民党政权拘着出境，就是彰化县罗厝。郭嘉信神父，伊安那红拘着出境，咱知影即个郭务新的秘书就是阿局长啊，高雄市长。啊，要抓郭务新的时阵吼，伊甲保护，吼、哦，甲保护。郭神父保护阿局啊，阿要抓，所以郭务新有方叫去阿局啊，叫无着，揣袂着，安尼呢呢，甲拘着出境。还有一个金化民神父阿洪库德斯建，他们认同台湾本土的美国马尼诺会神父，所以天主教绝大多数都是那个运动控制、哦、天主教特别中国主教团独独美国的马尼诺会台湾新的学台湾话，德国还有、这个瑞士的 Western Mission 学台湾话，这种有台湾心，所以天主教不是都是挖国民党，有哪有台湾心的、哦啊、所以中国主教团这不用说了、哦，还有一个神父马赫准神父，从事罗岗运动的马洪库就出境，即天主教中国主教团就非常亲国民党政府，吴斌红衣主教、罗岗主教，哦，国民党的这个中评委呢、中常委呢，啊，伊那唔叫我去做国民党的中常委、中评委啊，迄因的大官呢，哈、啊，神父啊，哦，因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吼、哦，咱来去正视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是历史上和国民党政权压迫个最彻底的基督教教团。伊个前任总干事高志明牧师，就是因为美丽这事件，和军法审判关了5年外。关于长老教会一部分已经哦，下面一篇咱家来看。长老教会也伫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以后，受尽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连结，像个1979年9月17日，用特种部队一连哦入山。伊个锡安山安尼彻底甲伊抄，讲伊是游击基地，到尾啊连一粒枪支壳嘛找无着，就甲赶落硬赶落山，伊就见效登受气嘛，啊赶落山。
1989年5月1日以后，中介撤出锡安山，信徒因安尼伫危机四伏的驾身小拿河滩，扎营暂时住伫遐。对安尼以后，锡安居民各个社系对抗国民党政权的迫害，直到回归锡安山为止。1985年11月，全台公职人员选举期间，锡安居民发动大规模的抗争。好，我安尼去甲苏贞昌徛台去甲尤清徛台，拢徛伫边啊。锡安这新罗教会会友亚基啊，徛伫边啊，到左算啊，我印象就深所以为着安尼，当局逼迫伫李登辉前总统执政的期间，将锡安山行刑我伫只讲一段历史。即李总统要行即个锡安山河新罗教会进程，叫伊一个好朋友已经过往的陈五福医师来找我，来信来找我。因为陈教授国民党这个政府上头听的是基督教的新罗教会。你有什么办法无？你是研究宗教，有什么办法通减少因对国民党的抗争安尼乌白舞？讲真简单啊，锡安山行刑就好嘛。你若无行刑，没完没了。因为因的会友1/5是国民党的党员，前国民党的党员，佫是退伍军人，这些人都唔惊死。台湾人无这种胆，因有这款的胆，唔惊死。过来，反而一心的宗教的特色，就是因为先知性。这个 prophethood 唔惊死。为着这个性命共同体去行。轻牺牲，台湾的宗教甲印度宗教拢讲修行、独身主义的，迄袂啦，无一个性命共同体理念，迄袂牺牲。但是这款宗教袂吸引，你那个阿伯伊那对抗你，唔相信你试看卖，结果听我的话啊，将锡安山行刑。所以至少吼，即锡安居民会倒等于重新开拓，伊也感谢我啦吼，我有那有经验伫咧安尼哈，所以行刑。不过锡安居民。在东方先知洪伊利亚领导下面，继续跟这个暗色政权进行抗争。今仔日你来去遐看，嘛拢美国民众骂到无一块掉，并以讲因所受的冤角，就是所受的迄个是20世纪的大冤案，来规范锡安山事件。那上列种种压制台湾社会主宗教的事实，拢在在证明这个来自中国国民党的外来政权。违反宪法赋予的宗教自由。历史指出，世间任何一个专制政权，拢无得当压制正统的宗教。对于比宗教人所信仰的上帝较大，你会使欺负人民，上帝你欺负袂着啦。上帝袂死，你的蒋介石、你的孙中山拢会死啦。因为伊是绝对价值，迫害宗教的独裁者，大家拢死翘翘啊，神。拢永生不死，所以这块教训吼，国民党应该会知影来，咱过来看长老教会我看长老教会这个历史吼，有哪爱予咱知影我看咱拢总了，开来休困，咱到几点？安尼剩无偌久，我读较紧的吼，2:50，不然坐遮久非常歹势这拢总是历史事实，有根有据，比压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我简单讲。阮比所谓中华民国这个外来政权的诞生更早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在1865年就立足在台湾社会报告，回顾日本帝国统治台湾实行军国主义的皇民化运动的期间，当然啦，这个教团甲神职人员捌受过迫害，比如讲，予日本帝国的国歌，就强迫藏伫长老教会圣诗第192《启明家谣》，每礼拜就阁吟《启明家谣》。所以莫怪啊，台湾人安尼足侪基督徒咧做祖国梦的梦想症。不过，这个祖国梦对着20世纪结束，伫1945年，中国国民党政权占领台湾，1947年发生2.8事件，中国人肆意屠杀台湾社会精英了后，醒起来啊啦，醒起来，行到教起地来，中国人的邪恶殖民统治对安尼开始。尽管为时已经慢。却也领悟二八惨案，都是阿斗甲土匪统治秀才的结果，老一辈不敢感慨，
互日本人管，哦，总比互中国人管较幸福。啊，即个听长辈的话啦，啊，较幸福。1945年，中国外来政权统治台湾的时阵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已经驻军伫台湾80栋。1949年，中国政调，哈，中国改朝换代，共产党取得政权，战败蒋介石领导中国国民党走落来台，就要强化伊的残忍专制政策。伊长达38年的戒严令，进行伊的白色恐怖统治。对此开始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正做这个外来政权、市民政权的眼中钉，为的是这个教团认同本土，恶一堂受伊的同化。同时呢，关心台湾的安危。最讽刺的一件事，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拢自称做耶稣基督的信徒，属地为你讲话，却对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十分猜忌。自66年来，对1945到2011年，今年这流亡政权如何压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伊的信徒，历史拢有呈现。以及蒋介石当初长老教会的蔡培慧、陈树棣作歌啊，欢迎中国国父啊，我要给你这块歌嘞，啊，那个，台湾台湾咱台湾，海真宽山真高，大船小船的路关，远来人客讲离水，日月潭阿里山，蔡培慧做的，啊，啊咧俄罗国民党来统治哈，俄罗个达基下面要几啊杂的啊，啊所以国小的时阵，我咧唱这款的歌啊。哦，一个台湾今日庆生病是丰收穿特别热情，这边600万民拢快乐，乌江丹是表欢迎。啊，这款的歌可能你唔捌听的，我拢唱过。啊，这就是我的时代，读国小3年4年咧唱的歌哈。啊，什么哈哈多出欢迎，啊28了后唔免哈哈多啦，唔免笑啊哈。咱外国家己做白拢破啊！啊，所以这就是一个，唔是讲台湾人对中国人歹啊，是因对咱真残忍。啊，所以过来呢，林茂生、徐春庆、张七龙这种张教的信徒哦，萧条金哦，啊，因呢，陈灵通、淡水中的校长，这几位张教的信徒，竟然对敌中国的期望太大。第28大屠杀四回兵拢王枪杀，自蒋介石就是失去四大刀夫之一的独裁者，失去中国大陆走落来台了后，先是吸收北部长老教会，啊，先是北部长老教会的牧师袂恶劣啦哈，哦、啊，一群有力的牧者做走教，因拢是台干啦哈，又跟南部长老教会牧者是好。也台南新人，因黄忠义长，捌伫1960年代，洪请去开高堂，我叫做太高堂啦吼。啊，底下呢，各话这讲道嘛，捌去啊。但是长老教会未予伊买收啦。1967年，瑞正部要员陈俊碧担任台湾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，并列席第14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。伫第四中公认圣堂议员退出普世教协 （World Council Churches） 发出 WCC。啊，虽望五会议员绝大多数无予政治威胁恫吓，1970年的总会逼迫退出普世教协 WCC， 并且声明书加加一句坚决反共是我教会一贯的立场。哇，夭寿过来，哈哈，强迫长老教会安尼先做，对安尼长老教会的信仰非但受政治污染，全国长老教会开始。受到政治单位的特别的照顾。20世纪70年代，台湾国际地位陷在极端危机之中。长老教会凭其先天性的信仰良知，唔惊戒严，使其中国国民党白色恐怖党在先后发表3遍的政治性的宣言。第一遍1970年12月29日发表国事声明，因为联合国啊，在1972年12月5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。为统治中国合法政府，台湾因安尼受孤立伫国际社会，长老教会为着关心台湾的安危，发表这个国事声明。之后，台南新南院副院长秘密就受驱逐出境。1975年11月18日发表我的呼吁，国事声明发表了后，各地长老教会不但受国民党的特务监控和干扰，
嘛进一步不啊来不修长老教会无故的圣经，包括原住民哦。1974年东部和平乡原住民伫做礼拜时哦，警察公然进入礼拜堂，即全世界唔敢做，伊拢敢做。进入礼拜堂咧做礼拜哦，抢走台儿族族语的圣经甲圣诗。1974年1月，警总特务率领警察进入台北市的圣经公会，没收2200本台语罗马字的白语圣经，就是咱我咧讲的这个《何罗维》的圣经。1975年，总会议长王南杰牧师前往台中关和平乡主持原住民传教士的时，竟然被警察人员阻挡，叫伊袂使入去。伊唔惊，进入教会，忍无可忍之下发表这个阮的呼吁。哦，所以真有时代背景伫咧。后来国民党上册一件事，就是1977年8月16日发表人权宣言，为美国甲中国关系正常化，危及台湾的安全所发表。教团就咱特别声明，祝福台湾将这新时独立的国家，这未得啦呢。即句话啊，直接用国民党政权的国统纲领同的调整。从此，国民党政权加强对教团的监控，伊社工会佮要求教团的名称爱加添长老教会进程，爱加添一个中华民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哦。啊，唔通提起这个，和台湾将做新时独立国家的用语，但拢和总会议长拒绝，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真有志气哦。1978年，5位北部牧师伫北部台北提案要求取消人权宣言，结果以65票对13票受否决。我咧插插你咧，所以北部牧师真无路用，我卖念因的名啦哈，啊，大家拢知。1978年3月28日，第十五届总会伫台南新南市召开之前啊，国民党政权用尽办法利诱与会的议员，要求否决人权宣言。当协调无的时阵，内政部民政司长纪伯君吼恼羞成怒，威胁无讲我们要抓人了。长老教会牧师有惊无？还是不怕？要抓就来抓，我们要抓人了。开会期间，和国民党利用的议员运作罢免总干事高俊明，以及否决人权宣言议案。投票结果，高牧师以250票无5票的高票，对北部这台干的49位牧师连任做总干事，也用235票对49票，迄拢无走去哈啊，通过人权宣言，无咧插国民党的威胁。这正证明这届总会有49位台干议员参与。1978年5月9日，内政部也为着呢发函纠正总会，终于出现国民党政权用尽办法对长老教会压制。1979年世界宗教日啊，12月10日，台湾反对运动人士伫高雄市举行纪念活动，抗议国民党政权独裁专制。当局有计划设施恶道啊，制造事端，特别我感觉这个当时的高雄市长吼、有真大的责任，在出动军警定保。这个数千米的这事件，事后除了黄信改定一挂违密的道，系政团人士受了了后，长老会总会总干事高俊明、甲参务者林鸿山、林文丁、施水芬、黄兆辉，即摆做高雄市的这个民政局长的哈，赵进基也是咱的参议员，吴文、蔡友全、柯天贤，伫哪来教会主持礼拜时奉礼去，经以决裁审判而被监禁。免受监禁者有贾秀雄、董崇林、甲王祖炎。王祖炎是我的学生吼，啊，是我甲带入去参与这个美丽岛的代志。逃亡半年后，由我甲报出来。1980年2月28日，台北市发生政治谋杀灭门案件，事实伫军事法庭受审的林义雄律师，伊的老母甲3位查某拢受胎，敢若中路犯军急救幸存，即马变牧师娘啊！吼。啊，这座兄弟后来成做长老教会七千中会义工教会，迄个时阵我也做委员，甲买起来啊。自从1980年4月高俊牧师受了了后，长老教会的牧长甲幼稚者就发起受人家属家庭礼拜聚会，会中听主啊
探啊蔡这个探家的家属的报告，甲关心大道，五年来从不间断。啊，我笔者也长期参与这个家庭礼拜。回顾1980年12月24日圣诞节正式，笔者唔惊这个国民党特务的监控，邀请全体美丽岛事件受难家属伫我的宿舍聚餐，性介绍下去啊，这个情欲者啊、寿命者啊，啊甲即马这个。台湾上大党迄、那个一个英雄阿奇啊，过迄、那个吼、哦，我第一惊，我是唔惊特务啦，但上惊就是迄种胎无死的林焕军阿奇。后来吼、哦，特务拢伫外口哦，伫新南洋咧服咧，啊新南洋遐老师吼、哦，外国老师也好，本地老师惊甲一只敢鸟鼠啊，唔是我咧讨人情，惊我这唔惊死的哈，安、哦、尼公开出面，当时的政治犯。跟泰国的无人敢帮，哦，一个新南院的教员，一个牧师，哪唔敢做，什么人要做？所以第一年、第二年拢伫我遐，啊，啊，最后这个说明者啊，我甲说明者也讲，你的查某囝既然伫政治谋杀无死，你就赶紧想办法出国。啊，所以有真侪人帮伊去美国读册，啊，今仔日已经做牧师了，啊，伊有这个音乐的天分，哦、啊，真好。啊，所以小人说三年。啊，拢伫新来举办，无代志啊，甲刷去网教教会啊。来，记得1970年，一月间进入教会，平明敏教授到往海外成功，就受到台湾新来院一个教授啊，这个米洛松贝里夫妇协助，之后完成。事后，唐教授转给和国民党限24小时内离境哦。淡水工商管理专校的校长潘秀元，平明敏的大姊。因安尼逼迫辞职，由此可见，长老教会所引发的政教之间的紧张，唔捌停止。后来下面迄段，咱家己去看，遮个代志拢是历史事实。我要互咱知影，就是讲，台湾人真需要捌历史。互国民党统治，咱袂知，就是唔捌台湾史。你若了解台湾史，大家头壳就会清醒，啊，就会疼台湾。就会疼这块土地，未疼中国。国民党给咱的教育，拢在学中国历史，学中国地理。你甲咱的囡仔问讲，台湾上长的河流倒一条，讲袂出来。啊，中国有几条河流？有啊，长江、黄河，马上讲出来。真无意思，中国甲台湾无关系啊。所以我呢，多谢恁的忍耐啦吼，给我这个时间讲这个这个政治甲宗教的问题哈。安尼好，我无爱占恁的时间，因为下面到老师直接要演讲，多谢大家。哎，起立，立正，行礼。谢谢老师，休困十分。